大家好，我是九妹。你看，今天下好大的雨，我现在就开一点鱼料，准备去钓鱼。这个雨停了过后，这个鱼比较容易钓，呵呵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因为没有沾粉了，所以我又放点米饭下来。可以了，你看现在它已经成了团了，放点米饭下来它就比较黏，这样放下水它就不会散了。我还是穿水鞋过去了，没那么滑。现在不下雨了，我就来钓鱼了。在这里钓了。又下雨了，还没钓到鱼呢。现在这个天气好任性啊，想晒就晒。
雨天这么容易掉的，而且也挺大条，包在里面好几条呢，也够吃了。每一次想吃鱼就过来钓几条就可以了。大家喜欢吃鱼吗？好了，回去了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